一群志工对着鸡咧来挂着手套，穿着雨鞋，伫大片农田内底压着腰，捡着地面上这石头。这群人这么辛苦，主要是为着新市农会磨刀，正式体验农田的种地。每年磨刀节，新市农会人会规划着磨刀种植的体验，员工完善的农田被征收起，好加在公所提供着位在防务球场边啊八分外地土地，给农会做使用。那只不过因为这个田地从来没有种植过，那其实它就是回到我们早期的农村，当它一个农地还没有开发之前，它要怎么去做整地的这些工作，让这个农地可以真的来发挥它使用的功效。那我们今天大概志工左右大概有七八十个人，大家一起来捡土干啦，捡石头，让我们后续的这个整地的工程能够做得更顺利。那我们下种下去之后，这个毛豆的生长就会很好。因为这块地没经过着任何作物，需要来冰铲来做整理，土壤够真济石头，所以讲农会特别号召志工来到三工。这块地它就是从来没有种植过，那其实，在农民的心目当中，这块地其实没有那么肥沃。那所以我们就是在回复早期的先民，他们去发现一块田地，当它没有那么肥沃的时候，它怎么利用整地到最后的田间管理，让这个农地可以发挥它最好的种植的这个效率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活动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。捡石头种地是种植的作物的头一步。农会来讲，这款体验是真好的，是农教育以经过地了后，冰过土来饲地了后，再刷十个分地，当来种着磨刀了。南京新闻台以下星期采访报道。